公孙先生，你话咩话？姚刀师大人，万生系话陈留院有人结党舞弊，滥用公费，又贪赃枉法，迫害百姓啊！公孙先生，真有此事啊？哦，阁下身为刀师大人，点会话唔知噶？唔通画公仔都要画出肠？公孙先生，如今是善意而来，定是？哦，晚生是善意而来，不谈公事，只有私务要同你商量下嘅啫。哦，咁到底有咩私务呢？记得前日包大人上京之时，有好多百姓拦舆告状，包大人都将佢哋嘅状纸撕毁。相信姚刀师都知道包大人一番好意嘅呢。啊，好意？嗯，下官仲未明你嘅意思吧？仲未明咩？好，咁就讲俾你知。如果包大人准咗百姓嘅状纸，我睇你同尹知县啊，都有啲不便噃。点解呢？系咁嘅。姚刀师你同尹知县彼此狼狈为奸，人所共知。自从到咗陈留院之后，你哋两个人官官相卫，办过好多冤案，屈死咗好多好人。贪赃枉法呢啲事边个唔知？如果包大人追究起上嚟，恐怕你哋嘅官位难保。性命难存吧。公孙先生，你千祈唔好听百姓胡说八道啊。姚刀师，呢啲唔係百姓胡说八道，係尹知县亲口讲俾我知。尹知县亲口讲嘅。嗱，时间内嗰啲我哋唔好再讲，就讲返上个月嗰件案。有个老人家叫做张文安，佢独自喺屋企，咁有一晚，佢嘅家人都唔喺身边，咁啱佢嘅侄张三丰就送咗碗汤嚟，佢饮咗之后，于是七孔流血身亡。后来张文安嘅田房就告到县衙，系由尹知县审判嘅。系当时屋内无人，而且成半日啦，佢都未食过嘢。只是喝过他的侄张三丰那碗汤，咁显然张三丰是想谋害他的家产，毒死伯父了，这件案没判错啊。虽然是这样，不过听闻说有了线索，知道张三丰未见他伯父之前有人入过屋，立心道事，咁听到张三丰入来就匿埋在大柜之内。咁张三丰等低碗汤呢，就入去厨房嗰度攞碗嗰阵时，嗰、那个人就静静放咗啲毒药喺汤之内，咁样就可以假借张三丰之手害死佢嘅伯父。但系凶手并唔系张三丰嘛。不过呢件案已经审得明明白白，而且张三丰都认罪，被判斩刑，秋后处决啦噃。唔系喎，张三丰系俾人苦打成招，因为尹知县收咗佢嘅成计仔张黎海200两银。吓、啊，仲有入屋行窃嘅嗰个人就系你嘅部下。
咁你唔使咁驚，所有嘅案件我已经查清楚啦。我今日嚟係冇恶意，只係想同你打下交道。你收咗幾多酒钱，相信你都会送返多少俾我啩。吓咁我唔緊要，如果你唔愿意嘅，我可以叫包大人复审此案，只要尹知县肯作证，供出你嘅所作所为，到时你嘅官位难保，咁就不妙啦。公孙策，我睇你系一介寒生，做得个开封府嘅文案，处处逼人。既然你知道呢件事，我就攞你命啦。姚都师，乜你想杀我灭口？笑咩你？姚都师，你呢个时候杀我，太过不合时宜啊！点解啊？你以为我公孙策真系会单人匹马嚟？你我话俾你知，我带咗20名虎兵跟随护卫，如今就喺都师营外。佢哋如果一个时辰之后仲未见我翻出去，佢哋自然会禀告上司嚟呢处搜查嘅。万一佢哋发觉到你杀咗我，到时恐怕你逃出鬼门关喎，姚都师。你唔好以为带咗20名护卫，本官就会怕你。我喺呢处杀咗你，然后毁尸灭迹，咁又如何啊？呢层你又可以放心。我未嚟呢处之前，已经将尹大成知县所讲嘅一切详详细细写起，派人飞马翻去报俾包大人知道啦。咁如果四个时辰之内仲未见到我第二封信去禀报，咁即系话你哋唔肯依从，包大人自有主意。睇嚟你哋插咗双翼啊，都飞唔出陈留院嘅。你已经将呢件事禀知包大人。咁我你惊乜嘢呢？包大人暗中示意我先至嚟嘅，你应该知道包大人系朝廷命官，当然不便嚟同你倾呢啲咁嘅买卖啦，所以就派我嚟。如果你唔依从，将我杀死，咁以你一个都师大人嘅官位嚟斗我呢个小小嘅文案，咁又值唔值得啊？姚都师啊？算我俾你吓到啦，姚都师，我惊嘅就唔嚟，嚟得嘅我就唔惊嘅。如今嚟到你嘅都师营，已经预算你会杀我噶啦，我又点会唔及早安排啊？不过你要明白啊，我同尹知县喺陈留院敢作敢为，并非系偶然之事。我哋有安乐侯做靠山，如果你包大人对我哋不利嘅，侯爷亦都唔会放过你。我哋做官嘅唔系要互相争斗，而系要官官相卫咁先啱嘅。姚道士，你都识做嘅咧？好，你跟我去密室，我讲俾你知。好，姚道士，请请。身拜见包大人。
公孙先生，你去了大半日，如今才回来，你知不知道本府要赶着去陈州？晚生去了大半日，侥幸办了十几件案。啊，公孙先生，你办了十几件案？是，是这样的。今朝早我奉了大人之命，飞马出城去见那班父老，收了他们的状纸，带了他们的牙钟，本来是要等候大人的讯问的。嗯，是，是应该这样做。是，不过晚生细心想下，包大人你将这十几件案件重新审问，恐怕要浪多十日八日的时间的。嗯，所以我对人说，大人你去陈州，晚生自己代替大人去办案的。嗯，公孙先生，那你怎么做？包大人，晚生只是浪了四个时辰，就将十几件案件审得详详细细，而且记录低添。啊，公孙先生，你身为文案，竟然在本府出外违反审问证人，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已经是犯了法？包大人，你误会，晚生并没有审问证人，亦没有讯问府主，晚生只是去查问本地陈留院之院尹大成，陈留都私营的姚日升。啊，你去查问他两个？是，本地所有的冤案是由他们两个人经手，晚生向他们查问，自然是易如反掌。公孙先生，在你凭什么本领要他们坦白招供？啊，本来他们贪赃枉法，当然是不肯直供，但是晚生略施小计，先见尹之远，话姚都师已经将个案讲清楚，咁后来呢又去姚日升嗰处，话尹之远已经将个案讲明白，咁表面上啊，我系去向佢哋敲诈酒钱，咁样佢哋就详详细细将案情直白讲俾我知。本府唔相信，佢哋贪赃枉法，点会将真相话俾你知？大人，你唔好唔信，因为大人自从嗰日将预习三刀做好之后，佢哋两个人已经好惊。我早有所闻，佢哋想私自离开陈留院，如果佢哋入到安乐侯府，呢啲案件就更加难办。公孙先生，咁为咗想以快打慢，探取佢哋嘅口供，晚生先至咁做嘅啫，包大人。你未免太过草莽，你知唔知道你要查问佢哋，佢哋可能会将原告同埋苦主加以杀害嚟灭口啊！包大人，呢层大可以放心。晚生翻嚟之后，乜嘢事都唔做，首先就吩咐开封府所有衙差，分头将各案嘅重要人犯、证人、苦主一齐带到衙门。哦，原来先生是空有成竹的。是，所以如今大人可以慢慢审讯。公孙先生，在你真是有你的办法。在本府初到开封府之日，就闻得陈留院、尹大成和姚日升两个人官官相为、狼狈为奸，做了不少的冤案。本府就已经想到，终有一日将他们两个人绳之于法。估不到如今先生略施小计，就大有成就，真是令本府佩服。大人明鉴。是的，公孙先生，在如果含冤受屈的人早已经死去，如今翻案牵连就更大。本府如今将陈留院各案交由先生负责去搜查证据和证人，日后本府再审，本府如今要赶去陈州，
办理安乐侯一案。万生遵命。嚟啦嚟啦！啊，呢位大哥，你揾边个？请问大哥，呢树有冇一个叫做姚允武嘅人呢？啊？边个叫你嚟找姚允武的？哦，我是奉了姚都师大人之命到嚟找姚大哥的。哦，原来你是都师大人派来的是吗？是，我就是了。你贵姓啊？哦，我姓李。啊，李大哥，哎，请我来坐。啊，哎，不必了。因为都师大人有重要之事请你前去商议。嗯，有重要之事？到底咩事啊？如今唔能够话俾你听，总之请姚大哥你跟我去系。咪住咪住，喂，讲出嚟啊奇，方才我啊啱啱想上床休息之时，忽然间听到瓦面上面有人声咁，我啊跳上瓦面睇下啦，又唔见有人。后来又听到后院有脚步声，我去到后院又唔见有嘢，唔通方才系李大哥入嚟？唔系啊。我一嚟到就拍门㗎喇。嗯，如今夜深时分仲要去见姚都师，到底有咩嘢事呀？ 你唔讲明我唔跟你去㗎嘛。好啦，咁我就话俾你听。因为张文安嗰件案已被人识穿。吓，咁好啦，你等我一阵，我同你去吓。好。啊，係啦，李大哥，我唔记得问你添。都师大人有咩口令啊？口令？喂喂喂，凡系都师大人有咩事吩咐我哋做，都有口令噶嘛。如果冇口令交代我哋，我哋又点可以跟你去啊？不过今次都师大人冇口令噃。嗯，冇理由冇口令噶。寻日佢都讲咗今日嘅口令，我知啦。你一定知嘅。如果冇嘅。咁你就唔係都师大人派嚟㗎喇嘛。姚大哥，你都係跟我返去吧。见到都师大人佢自然会向你解释。你唔使讲咁多。你梗係奸细顶呢。可能你係开封府嘅人，知道我秘密想嚟敲诈我係嘛。我唔能够放过你㗎。好多秘密吓，你咁用武器伤人。我怕咩呀吓，我绑起你先，然后同你去见都师大人。人嚟！人嚟！捉住佢！喂！你到底系咩人？吓，绑起佢，带佢翻去！喂！你哋到底系边说嚟嘅？你唔使理，总之要带你翻去。九官差，吓，上边嚟！你系边个？你唔使理我系边个，我要话俾你听，我嚟呢度系要揾呢个姚允武嘅，唔准你带佢扯，唔得。你是谁？不用多问了，如果你们想保存性命的快点离开，如果不是我就不客气了。真是好胆，人来，连这个人都绑起他。我跟你们一向无冤无仇，你们都是贪官的走狗，我先至留下你哋嘅狗命啫！你哋翻去话俾你嘅主人听，如果想带姚允武走，叫佢哋唔好发梦啦！吓，你到底系边个？快啲报守命来！你到底走唔走？如果唔走，咪怪我剑下无情噃！方才我哋一班人走埋去，佢好似旋风咁快就打低晒我哋，我哋个个都受咗轻伤。看来都是不够他打。哎，我们走走啊。走了吗？多谢大爷救命之恩，请问大爷高姓大名啊？你不用问我，如今我问你先，这件案是怎样的、啊、你要详详细细老老实实对我讲。我对你讲？如果你不讲，我就一剑杀死你。好汉阿英雄，方才你救了我，
如今点解又要杀我啊？方才我唔系要保存你嘅狗命，只系利用你嚟证明一件案啫。咁到底你想证明咩案啊？我问你，当日张三丰送汤俾个伯父饮嘅时候，你系咪匿埋喺衣柜度落毒落嗰啲汤度？讲啦嘛！我讲，快啲讲啊！讲系唔系？阿英雄，我都唔知你系咩人，呢件事点能够就咁啊讲俾你听呢？好啊，如果你唔讲，我就要俾啲厉害你睇下先。我就是奉命去张文安的屋企偷他那些田契屋契的。点不知想落手那阵忽然间听到有人来。所以呢我就即刻匿埋衣柜里面啦。后来张三丰入嚟就拱醒佢伯父话送汤嚟。后来佢又去攞碗小人啊立即就摆咗啲药。在那碗汤里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张文安不是毒发身亡咯乡亲父老就说张三丰杀害他伯父咯是这样啫。原来是真的。是。我再问你为什么你要偷张文安的田契屋契又为什么要毒死他好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要逼我啦我不讲得的。唔讲得系咯，好，我再刺你一剑，你就会讲。唔好啊！事到如今，唯有照实讲啊！因为姚刀师大人呢，就系我疏堂阿叔嚟，佢同张文安个媳妇何氏有私情，咁后尾俾人知穿咗。被张家族人赶了出来张文安如果死了那些财产就给了他的侄子了我死心有不甘所以跟刀师大人串同想偷了那些田契屋契出来变卖又叫小人乘机下毒毒死张文安不过小人以为呢件事如果一俾官府知道呢捉到去衙门就要填命㗎嘛。所以小人又唔敢喐手啦。后来咁啱小人就见到张三丰入嚟又走咗去攞碗咪认为是大好时机所以咪喺衣柜度走返出嚟喺啲汤里面落咗毒药咁咪毒死咗张文安囉。如今证明是你下毒的了是我就可以讲三件事你知第一我如今要去找姚刀师算账第二我就是锦毛鼠白玉堂什么你就是天下闻名的白玉堂白大爷第三你呢种咁嘅人留在世上只会为祸人间等我攞咗你嘅狗命啦、啊啊啊啊